铜锣烧，这一箱是两个口味，一个是红豆的，一个是紫薯的。我拿的这个是紫薯。妈呀，这里面馅儿挺足啊，嗯。9.9一箱，当早餐、饭后小甜品都可以。这个就是红豆的，底下有链接，那种小小的，我就说那种有的姊妹想吃零食，一顿又吃不了多少，完顿顿想吃，你就来了这个，也不贵。嗯，三个味儿，嗯，三个味儿混装的，香芋的，紫薯的，红豆的，嗯，三个。